Popular Lady 的成员宝儿吴云婷，去年初因为和前 MP 魔幻力量主唱嘎嘎当街唇交，还被掀衣服，引发轩然大波，也让恋情随之曝光。不过早前他又被爆料疑似不满嘎嘎劈腿，到嘎嘎的住处楼下堵人怒吼。没有想到近日宝儿又被爆出疑似有新恋情，他被拍到和超人气男团 Special 的成员 Teddy 约会，饭局结束之后，男方还贴心送女方回家，感情世界颇为精彩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宝儿上个月17号晚间工作结束后，和同团的大元及经纪人一起在居酒屋用餐，饱餐一顿之后，宝儿居然又来到了另外一间餐厅。原来他和 Special 的 Teddy 有约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气氛热络，直到深夜才走出餐厅。后来 Teddy 贴心的载宝儿回家，宝儿下车后走了几步，还离情依依的回头瞄了 Teddy 一眼。对此 Special 的经纪公司可米回应， Teddy 和宝儿有一群共同的朋友，两个人就只是好朋友而已。而宝儿的经纪公司也回应，就是朋友一起吃饭。